接下来我们要给你们看一个星系长什么样子。哦、对对对，就是用这个目视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是吗？对，这个星系叫波德星系，就是你能够看见的是在视野里边会有两团模糊的光斑，一团是圆盘状，一团是长条状。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从望远镜里，即使这么好的望远镜，也是看到的两个光斑，而不是很清晰的悬臂和什么的样子。看一下，它一个星系有多少颗星星？这个就不好说。像我们银河系有2000亿颗恒星，就大概是2000亿这个数量级，就是很多很多。姐姐，你有听说过玫瑰星云吗？有啊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拍过一部戏，他就很详细介绍玫瑰星云，它就像个玫瑰花瓣一样。对，而且它只有5200光年。我知道，刚好那个数字。对，就是、对，所以我太想看这个了。可以找给你看一下，可以找就你是你之前拍过的是吗？对，玫瑰星云它是在麒麟座的天际，现在已经落下了，就是我们可以在上两个月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到的。哦，就这个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这是你拍的？对啊。哇，我想这张照片，啊、哇，太美，这你自己拍了？对啊，对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对，这个花了大概一个星期吧，拍我拍成这样，就是为了这张照片拍一星期，蹲一个地方晚上，对啊，明白？对。Hello， 我来了。哎，老师，方老师好。哎，老师好。带了两个望远镜哈，我们三个人一组，我跟李天带大家来使用望远镜来看星星。好的，好的。三个一组，那就今天坐车的组合吧。坐车的组合来，我们三个一组。哎，三个一组。我们三个一组。对，你们那边。哎。对，你们是百搭组合，好，很好。要不就你们来操作吧，把这个。好呀好呀，把它打干嘛呀？组装吗？打开。对，把它，这是一个三脚架，把它打开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一步就是把九尾板安到这个九尾槽上，然后拧紧这个螺丝。什么九尾板？对，就这个地方螺丝要拧好，因为就靠这个螺丝给顶住的。哎。因为我们这样看会比较麻烦，所以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天顶镜。这个插在这里面，哎，对，哎。我就折射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是折射镜，还得把三个螺丝拧紧，最后是放目镜。那我们现在找最简单的月亮，先大概先大范围的调，再来微调。啥也看不到，他可能还没有对。你现在对的是这个墙，现在对的是墙。对，所以你可以选择把它也向他们转到月亮，转到看月亮。看到了，来你们看一下，哇，是不是可以看到它那个环形山？对，还有月脉、月海，美的美的。你们还没看到月亮吗？你们看到了？我们都看完了，看到了。怎么那么快？非常的凡尔赛呢，很凡尔赛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快？对，找到了吗？看，别动，别动，看。找到月亮了，是吗？是吗？对，看我们的，看我们的，来看我们的，看我们的，来蹭一下，蹭一下，蹭一下，蹭一下。哎，但是你们这个好糊，我们那个好清晰。哎不，你是没调焦。但我们那个很清晰，它刚好调到很清晰。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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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李天，我们下一个找个亮星吧，要不要 PK 一下吧？我们要不要？要不就找那个大角星吧。刚才认识到。好，快。Go go go！ 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大角星，大角星，大角星。好，龙哥加油，龙哥。哇！哇！你快让开！不是他挡住他了。这个，龙哥快点，我已经给他们增加难度了。龙哥加油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来鉴定，找到了，在哪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来，龙哥，我们也找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来看一下，是吧？鉴定为 yes。对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找到了。没关系啊，没事，我们平不管谁快谁慢，别急别急别急，星星永远都在那。好好好好，对，星星我们也都看了哈，拍星星拍下来，
来来来，我们先拍《北斗七星》哈，我们下一步。哎，怎么弄？怎么弄？那我们怎么来呢？来来来，我们都放在这里来。哎，你不要脚架，你怎么拍啊，老师？可以用三星折叠屏的手机啊，可以多角度的悬停，我们直接可以把它放在上面拍，不需要使用手机支架。感光度大家必须要稍微开得高一点，尽量到3200，快门调到15秒。这个三星手机真的非常厉害。Yes， 我拍到了北斗七星，看到了吗？很明显啊！我看看你的姐，哇！而且我拍到他了，我拍到北极星了。你呢？你呢？你呢？你看我给你们拍的。哇！哇！你拍的好好。